欢迎收看《大时代话侠很》，今天是2月24号，礼拜五。那黄老师祝大家中午假期愉快。那这个假期有4天了、啊、哈，28连假嘛哈，放到下个礼拜哦，下个礼拜三哦。那回来就3月份了哈、哦，那不用急，不用慌哦。这个月哦还不错哦，整个月线涨了快200点哦，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了、啊、哈、哦？那昨天我们金管会哦。宣布解除净空令、哦、非常好、哦、为什么我说非常好呢、哦、一解除今天就开高走低杀尾盘、哦、收最低涨100多点变跌100多点、哦、那是不是空单害的？好像也不是啦，因为 MSCI 权重生效嘛，所以最后一盘又莫名其妙砍了300点。那这是短线上面，因为人家全职的调动的话，调整的话一定是会有一个大额交易的互换筹码。我讲的是互换筹码，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，就是他想要卖，这个法人想要卖、啊、这个法人想要买，他们就是敲一个价格，他们觉得合理的价格，但是他们一定要在最后生效日之前完成嘛，所以他们会做一个对敲的动作，所以那个价格比较不带于，没有什么什么代表性的、啊，哦，那你说老师，啊这样不对啊，放四天假对不对？哦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反正蛋还是买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算你买到也不便宜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台湾这个地区就是鬼岛嘛，这些官员啊，天天都在骂老百姓啊，你们这些刁民啊，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好、哦。欸、我想说齁，以前那个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，他执政也执政8年、欸、那个稍微调一点油价调点电价，齁，那时候的民进党的立委把那个马英九他们骂了半死啊，哪个官员要下台哪个官员要下台，欸，现在没有，欸，现在都是官员出来骂老百姓啊，不然就是这些啊那个网军啊在出征我们老百姓，像我是他、啊、没有吃蛋，没有蛋可以吃，那就吃龙虾嘛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何不食肉糜啊？信不信来讲哎？哦，所以不要吃蛋嘛，干嘛跟大家抢？信不信？吃多了还胆固醇过高哦，吃龙虾对不对？哦，我上礼拜跑去那个观光鱼市，现在那个我们观光鱼市都卖很多那个什么，国外进口的那个大的那个雪场蟹，那个大只的，哦，那个叫那个什么帝王蟹，哦，买那个来吃嘛，信不信来讲啊？啊，你吃得起吗？哦，你如果最近有买到创意的话，你就吃得起；买到四星的话，也应该也吃得起。哦，啊，如果都没有买呢？你如果都没有买呢？就是啊，老师，我买有达也有赚。我说那买有达有赚的，那你大概是多吃几个鸡蛋嘛，只能这样啊，那不然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股王信华你买得起吗？买不起。那唯一你买得起吗？也买不起哦，这样子。所以哦，很多东西就是想想就好了啦，啊，不要太在意嘛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全台湾都缺蛋哦，我建议啦哈。我建议哦，跟以前买口罩、买快筛一样啊，全部都实名制嘛，哦，就实名制，要拿健保卡才可以去买鸡蛋哦。啊，规定一颗鸡蛋多少钱？哦，啊，每个人去排队哈，只能买一颗哦，一个礼拜就配几就一颗哦。你们家有几个人就拿出户口名簿了出来哦，只能买几颗，这样就好了嘛，不就解决了？这样人家也不会囤蛋啊。信不信来讲哎，哦，啊，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，哦，对嘛？你看，口罩也可以这样搞嘛，对不对？快筛剂也可以这样搞嘛，那鸡蛋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鸡蛋也可以啊，只不过那个卖鸡蛋的那些杂货店或是零售机关呐，啊，哈，零售店可能没有那个读卡机啊，那比较麻烦一点哦。每一个卖鸡蛋的再配一个读卡机，哦，配一台电脑，哦，
最好是那个486的，就鬼扯。这个政府失能到一个程度了，就鬼扯。见怪不怪啊，那不然呢？那这个盘有什么好解的？我问你有什么好解的？今天最后收盘打下来，这不用解啊，这干嘛解？就是因为权重生效，人家互换筹码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下礼拜三来，礼拜三再说嘛，行不行？来讲哎，没有电，没有电，用爱发电啊！啊，不是跟你讲过办法了吗？对不对？没有电，电不够，用爱发电。没有水，谁说没有水？口水里面，你嘴巴里面就有口水啊，水很多嘞，是不是？都你们在讲了嘛，那不然呢？信不信？没有蛋，想办法啊！你们家自己养一只母鸡嘛，慢慢生，看生得出来，生不出来，全民一起来孵蛋。我跟你讲啦，这政府哦，搁灌落哦，搁较好笑的代志拢会出来啦。哦，没有水怎么办？老实啊，南部吼，下个月开始要减量供水，工业区、科学园区要减水10%，500多天连一滴雨，几乎连都没有下过大雨，500多天没有下过大雨。你知道突然间，现在南部如果突然下雨的话，会怎样的吗？一下雨之后，那个土壤马上把那个下下来的雨全部吸走。根本就还来不及流到水库，就全部被吸走了。所以这种情况要怎样？要台风来才有用。台风来才有用。下个月、下个礼拜你再看到我的时候，如果还没下雨，那你觉得我推荐的股票对不对？对，我上礼拜三推荐了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礼拜四你可以买，礼拜五可以买，那这个礼拜你都可以买。到今天为止哦，这八天的交易日下，到今天为止，只有今天跌而已，而且今天才跌0.05。那网络上就一堆人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不准了吧？啊，臭屁不起来了吧？你看哦，啊，阿涵老师，你说你没有航运股了，你看现在航运股在大涨了，吼，你看哈，你也是看错嘛，无所谓啊，我长荣海运还卖160几的，怎么样也比现在的价格高，对不对？那其他我就不跟你跟这种搅屎棍在那边搅哈，你就觉得说好像我们程度很 low， 你知道吗？就不要理他，这样就好了，开开心心啊，祝你大赚了，这样子哦，好棒啊！”你好棒哦，对，真的很棒吗？上个礼拜三你看到这张图卡，到现在隔了8天，我有错吗？只有到今天才跌哦，跌0.05哦，哎，啊，下礼拜如果挑战这个，应该也不会啦哈，下礼拜就算全部涨停板也没有到这个啊，哦，那你要注意哦。啊，如果哪一天先到这个，他又去5，又去6，又去7，又去8，哎，我想应该也蛮多人会说，啊，你就是不准嘛，因为你图卡就写得很清楚是4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是4，那如果不是40，是400嘞？哦，哎，不一定嘛，哎。这人世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不可能？我当初那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整个月哦都写长龙，我还不怕你跟我就说啊，这个股票大涨了，哦，可能有史以来哦最大的缺货柜场，一直讲了一整个月，结果呢，观众朋友就很不屑，然后那时候讲完是2月。啊，7月的时候看到233，快昏倒！我跟你讲，应该很多人哦，很想自杀。西游啊，看你知道哦。啊，我早知影哦，听洪老师的话吼，去买，凊彩买几张啊，吼，真正生活就袂遐困难了。早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啦，吼！我就跟你讲嘛，你哦，股票哦，如果真的不会选的话，你就不要选的太多，
什么都关心，这样没有用。我跟你讲，你要买对一档就可以翻身了。啊，我一直这样跟你讲，你还搞不懂意思。很多人他还搞不懂意思，他说啊，老师那个，我看今天跌下来哈，我就觉得他好像死掉了。今天跌下来，我还叫会员下去买我们的国家统一耶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问会员，我们还下去买。那说老师啊，你跌下来你还在买，那是怎么样？就是看好未来啊，看好三月份会更漂亮嘛，数字会更漂亮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是往上看嘛，啊，不然干嘛加嘛，对不对？你当然是看好一档股票才会一直下去买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叫会员下去买嘛。当然你会说，老师，那23你没有买，怎么样？23那是你没有买，不是我的会员没有买，我们都买了。而且我们买很多次，你去问我们的会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买就不要吵嘛，就看戏就好，就是像个边压去，闪一边凉快去嘛，对不对？你像最近有一些投资朋友，他不是没有资金，他资金也够，他就跟我们助理讲，老师，我知影你最近咧讲咧国家统一，我知影啊吼，我来讲吼。我今天吼要甲你预约后一支啦，好，我预约后一支吼，我来讲，我今天有3000万要买这支股票，他就好好跟助理讲，助理就说收到，没问题，对，老师只要点头，你就先下去买，不是助理嫌贫爱富啊，是人家 sense 有够嘛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人家那种客户，他 sense 程度到那边嘛，对不？参加会员啊，这波啥啦？你若报的股票，一支若对，我赚是几百万、几千万，这会费算啥？会费不是问题啊！哦，那你的助理就跑来跟我讲说，跟你讲，老师，这个客户有3000万，哦，可以的话，哦。第一手消息，新的股票要布局之后，我们先请这个客户先买，当然会员会先买了，我就请这个先买，这个我就知道，好好照顾，可是哦，99%以上的人全部都是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再看看啦，没关系啊，我网络上面哦猜猜看，偶尔也会猜中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猜中是一回事哦。下去买又是另外一回事哦，啊，最后都是看人家在涨，啊，你自己买的都是不会涨的，就很奇怪，啊，我觉得很多投资人都很奇怪，就是这种态度啊，有啦，我知道那个老师很好啦，吼，讲话嘛实在啦，吼，啊，较机车一点嘛俩，哦，比较机车一点啦，吼，啊，不会乱介绍股票啦，也都有准啦，哦，就是我从头到尾都只有拍手的份，哦，对，因为省会费嘛。对不对？或是省电话费嘛？你连跟我们走力勾结一个都不肯，傻嘛？这些人就是傻，要不然就自以为聪明嘛，自以为自己绝顶聪明，所以就觉得说啊，那人我跟你讲，我在看啊，我自己猜啊，对不对？你猜到你敢买吗？23你不买，今天30块了，你还敢买我们的国家统一吗？不敢了嘛。对不对？你赶快跟我说你是民进党的，我最讨厌这几个字眼，什么国家统一，我最讨厌这种，对不对？一个开始扣红帽子在洪老师身上，你怎么扣啊？你怎么扣我也不怕，你扣红的、扣蓝的、扣屎帽我都不怕，我不出来选立委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会越来越好看。我们就来看哦，这一档股票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清明节的时候来看，到底会到几字头？好，我的会员是一张不卖了哈，还在，今天还在买啊哈，我是不知道你怎么看了哈，没关系啊。那下一支呢，我们考虑下个礼拜就会发动，要不要来报名那是你的事情哈，反正到时候我们就开始唱山歌给你听哦，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基本面哦？为什么这边布局？好，到时候我们再慢慢讲给你听啦，哈，啊，你再慢慢猜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进广告，再回来现场，谢谢。
金兔要动迎新春，一八八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，若未画设人行道，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。赶时间，没车撞个。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，不得随意穿越道路。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，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、停止限制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。遵守行人路权，路口大家安全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您再回到现场，投资观众朋友。那全台缺鸡蛋嘛，我提出我最好的看法，就是一样，哦。实名制买鸡蛋哦，一个礼拜只能买一颗哦，一个人一颗，拿户口名簿出来才可以哦，保证哦，保证不缺蛋哦。但是我们主委就不敢听我的话，这样搞，这样搞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大家不会抢哦。啊，你一颗蛋要卖50块，这样鸡农就不会哀哀叫了，一颗卖50块，吼。快要拿金箔去给它包起来了，掉不掉？没道理嘛！你看那些网军，我跟你讲哦，哎呀，有没有智障哦？就看这样子，看他们怎么讨伐我们就知道，讨伐我们这些老百姓。当然，我们是他们眼中的刁民啊！哈，那我也不多讲了哈。那台湾现在金管会宣布禁空令了哈，之前就是不让你放空嘛，因为国安基金在里面嘛。那昨天突然宣布，就是告诉你是说，其实就是国安基金差不多跑光了，啊、哦，关谷也跑光了，那现在剩下外资在里面，好、哦，那外资要怎么玩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最后一盘台积电砍了20000多张出来，哦，到底是要往上搞呢，还是要往下搞？哦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币了哈。那台币最近的走势，今天是这样子走了哈、哦。那台币最近的走势是这样子，哦，所以。有时候你要知道哈、啊、主管单位的苦心啊哈，他这个政府哈，有些人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官员，有的真的是哦烂到一个最高点了哦，说要去屏东回屏东养猪还不回去养，整天在那边赖着不走，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哦，台湾就无高人啊，你知道不？哦，台湾就无高人啊，还是说？就是你很有能力的人，他还不做官呢、啊，哦，这才是问题，哦，这才是问题啊！你要加油啦，哦、因为台面上这么多老师，对不对？广播的、网络的啊、哦，那个电视台的，哦，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达人那么多，我怎么知道你被哪个名嘴给骗了？干我什么事？哦、我能推荐就是我们有把握的，哦、那不好意思啊、哦，昨天就已经站上三字头了，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看的方向是对的，那可能接下来就是4字头玩换5字头，5字头玩换6字头，
六字头晚换七字头，那就是最好是一直上去，随便涨个三四倍、三五倍，爽，爽啊，不然呢？有人通水嘛？不是这样讲的吗？哦，袂使，这阿扁啊咧选举，选举用的迄落啊，噱头，咱袂使用哈，伊可能有注册呀，有人通水嘛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情况是什么？那今天有些股票哈，做一个大震荡的动作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你像我们都有大概跟你讲一下啦哈，你要特别注意哦。那合一前几天开涨停板哦，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最近生技股都不讲话，跟你讲生技股的主力在跑了。我先跟你讲他们在跑了，然后最近涨很凶的什么什么驱动 IC 哦。这敦泰耶，去年听说亏一个股本，也是大涨哦，五十几块涨到七十几块，现在开始涨不动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他如果财报出来会吓死你，你有些股票不要乱买，根本没有那个价值哦。然后你说老师，那面板怎么看？我说面板就是不看好，怎么样都不看好，除非你拿个财报出来跟我讲说可以赚几百亿，不然拿出来财报都是一季要亏一百多亿，那我也没办法、啊，怎么看好这种股票？你要害人也不是这样害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害观众朋友也不是这样害的吧？对不？会死的话，叫你去买迄一季也才了几百亿的公司，我心肝吼无遐雄啦，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啦吼，加油啦吼，那。下礼拜开始就三月了，到底联准会这次会不会乖乖只升一码，还是说他突然跳个说升两码？我也有点怀疑啊，这个联准会好像对这个整个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控制力也越来越差了。然后呢，我看一看哦，因为今天是二月二十四号，刚好是俄乌战满一年，搞不好今天晚上普丁会讲话，那到底会讲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哦，大家先踹一下蛋了，因为他哦，搞不好，因为战一直拖延嘛，然后美国在后面那边拉塞啊，哦，所以他搞不好突然宣布说要动用核子武器的话，搞不好会，哦，全世界就大地震了，哦，也不一定，哦，我是普丁，我就这样干，哎，我就是吃死你，不敢哦，不敢对我怎么样。就是说到还做到，哦，管他的，反正对方不投降嘛，乌克兰不投降嘛，反正我就是乱搞，哦，而且好像普丁好像看一看好像有生病了，所以有时候病人他的一举一动哦很难做预测啦，哦，就像有些投资朋友他说啊，老师我觉得怎么样啊，好，哦，啊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说你节目都不看了，哦，我们小编就很直接回答，哎，欸，你节目都不看了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电视台也没关系啊，网络上面 Google 一下也可以找得到阿言老师的片子啊。我们现在公司都有把我们每天录的袋子都放在网络上嘛，对不对？你没办法七点半准时看，你 OK 啦。你下午差不多五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上网络看到我们全球财经台网站上面看，都看得到啊。因为早就录好了嘛。哦，我电视又不爱看。他刚刚迷迷唧唧说：“哎呀，老师，你之前提的那一只是哪一只啊？怎么样？什么之前提的哪一只？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最近我们提的是国家统一而已，其他的我怎么记得了那么多？我十八年的投顾老师生涯，我什么提过的股票超过一千只吧？什么什么之前提过了？哦，真的那种搅屎棍哦。”搅屎棍还真的不少哎，这种股票你就不要再去做多了，给你秀出来就是跟你讲说，你看清楚好不好？叫你不要碰，你还说啊，我做多可不可以啊？啊，我这样子买会不会死啊？就安尼啦，啊，跟你讲，我嘛无去放空资源，就是足侪人咧问，啊，跟你讲，哦，啊，涨反弹起来，啊，你紧走。买呢，卖个呢，吼，直接讲吼，你可能看错，我当然嘛，可能看错，对不对？反正输是输你口袋里面的钱，不是输我口袋的钱，跟我什么事啊？跟我们无关嘛，
你懂我意思哦？是该分析的我们分析给你听，该讲的东西跟你讲啊，你能参考就参考，就这样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啊，下礼拜来就三月了哦。那二月份营收如果也挂零，那这股票不知道会多少呢？哦，生技业的台积电，好，好棒棒啊，棒棒棒棒棒，好、哦、棒棒，好、哦，继续涨啊哈、哦！我们国家统一会继续涨啊哈、哦！你可以不屑我没关系，好、哦。然后呢，你国家统一没有跟到的呢，我是邀请你啦哈、哦，最好是你有钱一点的，你那个哈、哦、三五万块的，你就不要来找我们了。跟你讲、哦、我拒绝那种客户啊！你、哦、手上有那个几百万、上千万，想要阿高基的啊，你来找我。好、哦，你想要阿高基的，你来找我。我找到另外一档股票，很有戏哦。好、哦，那祝你228连假快乐，我们下周三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